你救他！你们还用瓶子撞我啦！真放下来啊！好丢脸！我穿的不够湿啊！笑死！为什么？你干嘛笑？你干嘛笑？爸，刚刚你不用提我，对不起，我这两句怎么还跟你对不起，这个刺激味。阿姨，哎，心妍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你，欢迎心妍，刘心妍，不是，啊，你看他怎么叫他心妍阿姨，叫错名字。佳佳，跟我一起发现人魔做过照片，是你的名字，是我，他有时候还叫别人莉莉。请看 VCR。莉莉，莉莉，莉莉。啊！音乐，音乐，爸。先生啊，你可清醒了吗？先生，先生。我们快要清到了，我们快要清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力的在寻找。恭喜七雄做滚动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会这么高？怎么又想要睡？明明才下午三点，下班买杯咖啡，前面一律拿点。最后了，赶快最后了。